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舞教员集。感恩的心，我们常念供养文，但如果你没有感恩、念恩的心，念再多的供养文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有的人只要吃一个小东西，马上就念供养文，不一定需要这样子。三餐都带着感恩的心，念供养文当然很好。重点是我们这一念感恩的心，只要一天当中都有感念三宝的心，这样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做供养。修行，真正体会佛法，使佛法成为对治法，去降伏烦恼，这就是修行。少欲知足，被欲望牵着走是很危险的。少欲知足，才能分辨出内在的声音。就像我们去买手表，看到许多不同款式都想买，虽然买不起所有的手表，但欲望还是让我们想买。太多的欲望不见得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应该加以分析取舍，才能找出切合自己真正的需要，对自己有真正意义的东西。
舍弃此身。舍弃此身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远离对物质的依靠或执着，真正投入修行中。有些人舍弃物质，追寻另一条心灵的道路，结果又买了更多的法器，拥有更多不同的东西，又堕入一种心灵物质的执着里。这就像舍弃青稞，又去贪着稻米一样，还是在做原来的事情。重点是，在心中舍弃对任何外在物质的执着。二正己为首。修心七要中说，二正己为首。他人和自己，这两种观察自己言行的证人，要以自己为主，因为只有自己能随时随地观察自己，要让自己成为自己言行的证人。助人为乐，对我个人来说，如果能帮助了一个人，或是让一个人开心的话，在那一天之中，自己会觉得非常快乐，也会觉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。相反地，如果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帮助到任何人，也没有让任何人开心快乐的话，就会觉得在那段日子里过得很空虚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
在家的修行。作为一位在家居士，修行的时间往往很少，所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以免堕入三恶道之苦，是极为重要的。究竟的解脱，如果只是口中祈请上师慈悲垂顾，上师是无法改变一切的，虽然能受到上师加持，但所谓究竟的解脱是上师无法给予的。虽然祈请上师救度，但主要是自己救度自己。远离恶友，真正要远离的恶友，不是在外，我们心中就藏了许多恶友，心灵深处也常有些矛盾或相反的对话和懒散，甚至邪恶的声音，就像心里有一个好顾问，一个坏顾问，老是在争论不休。我们要远离的是心里的那个坏顾问。禅修的坐姿，各位禅修的时候，不一定要勉强做金刚加趺坐姿。事实上，我们单盘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菩萨坐姿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。单盘就可以。中庸之道。
佛陀和他的僧众弟子们过的是用心、简朴和绝不浪费的生活。他们不走贫或富的极端，而是彰显中庸之道的关键原则。我们今日的生活方式应比照这个原则，不要太艰苦，但也不要过度放纵。不要屈服于恶习，不要屈服于恶习，对能够改变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。我们绝不可以纵容自己，认为我们是天生如此。相反，我们应该下定决心，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慈悲、更有原则的人。身为人类，不像其他有情众生，我们都具备能力去计划未来。我们必须留意自己所做的决定，是为其他众生带来快乐，还是痛苦的影响。慈悲心并不只是仁慈的行为，事实上，它是从万象本质的见地去觉知其他众生的痛苦。
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二十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明镜月功德日，善恶行成1000万倍，求戒拜忏除诸障，稽首礼拜观音前，千处有求千处应，灭罪消灾最吉祥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7月20日星期四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，13点30分大悲忏法会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联络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，日期8月6日星期日上午9点，传授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下午2点佛学讲座，讲题阿弥陀佛48大愿，恭请湛江法师主讲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07-282-0278，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这里是什么？
上这边让他吃药的，这的有婆婆的人啊，人就把这几十五个送了，这就上级几十小东西，上级几十针吧，他去几十针吧，他给谁几十针吧，这人那弄了，弄了这个我，这上级有婆婆的，上级个兄弟的，是人那弄的都把这的。从我们人家讲，这上级就破坏了，从我们讲给给人吧，人，这这什么？这工作上的事就忙着吧。但是呢，这人呢，六年岁那么的操办的没吧，上级不是就把破坏了，钱没吧？从你的高级值班没吧？这这都是朋友，说你们吃饭的要的，这有的这里跑的呢，我这说个错的，这我这上级就破坏了，这。搞到了三级的，三级的也几十天了，这差不多两三个月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去几把的，哦，上把的红叶的，三级的，来这边的，去几十天走过来的，去几十天的上把的红叶的，咋怎么行？这说说肯定不成立的，吃了上把的红叶的肯定是啊。这大家，这外面的工作什么，吃了几十就不吃的，这里，三级的最大的，这里好像干起毛的，不用起毛的。你他都不了解呢，你那个错不认识了，说那个错结果就三年的破坏了，钱没办法，通话不让你了，这里人品又落到里面，三年的去几十天的，从那这里过的这方面了，再说平庸上面没吃饭了嘞，这个碰大将大起我嘞，这咋咋，这哪个乡的呢？这呢，确实话就弄了，三年就把他们钱要没嘞。这里好像是能吃饱的，这位婆婆的，这边军把这云里头去了钢印吧，买了钢印吧，碰碰钢印吧，收了这里，工作中个，这把我们这种出过药了，什么是能逃过药了？这里这位他他们说的，这啥忙子做的吧，鸭子装的吧，这是地锅用的吧，这那是太忙不住了的，这开始先这么着，但是呢。你我们都查着个，盖着个，这里藏着个，这里唐先生他的也是这边呐，这地薄，地薄，自然地薄，这里用的身体的这里跑跑的，这唐先生能怎么办去？别多管我去。九九六